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哎呀，今天早上下了一早上的雨嘛，哪里也去不了。刚刚朋友打电话过来，说他预定的罗汉果，现在把他帮他送过去吧，送出去吧。所以现在我准备把他送出去了，所以我们到下面去拿东西去，走吧。要把朋友送货过去了，他已经订好了这个。几十斤的罗汉果吧，我要现在要把它送过去了。这罗汉果是整个的，已经挑好了，帮他，所以拿这个过去，还送他一袋这个果香。送了一袋果，现在还是比较好的。这个果心也是很漂亮的，还送了一袋。现在准备送出去。这果子也没有多少了，过两天还要，可能明天后天了，还有这两袋也要送出去了。还剩这一点了，没有多少了。这果冻，这果冻还有两袋。这个他订的是几十斤嘛？我今天要这个。哎呦，我得动了。哎呦 ，OK。肉回来加加餐吧，买点排骨，做火锅的，这段时间就吃排骨了。爸爸，来选啦！你选啦！你也开始动手了。对嘛，我们吃排骨喽！爸，吃排骨喽！哎，来，来，排骨喽！弟弟啊，来啊！红薯啊，要不要红薯？要红薯吗？自己去拿红薯啊，拿红薯吗？先把你跟着你呢。哎呀，
呀，别坐地下嘞。哎呀，没了。哎呀，咦，这个好香哦，奶奶。烤红薯啊。烤红薯啊。弟弟的拿红薯来烧喽。哎呦，好香哦。哎呦呦呦呦。还想睡觉啊？嗯，谢谢你。哎呀，求求你，哎呦呦。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哎呀，睡觉，爸爸，快点睡觉。嗯，姑姑啊，我带啤酒啊。耶，信爷，小，信爷啊，搁那地里睡觉了。今天卖了罗汉果，还今晚还加了餐。不洗一下，现在准备把它煮了。先刷水，过一段时间，开水，下水，准备放在这个锅里面，这个煮快一点。这边开了，然后这边一边烤火，一边炖骨头。囊囊，嘿嘿，来了，你进来就进来，嘿，老，你搞我，可以了，吃饭了，到你那边了，哦，哎呀，今晚来这边，哎呀，啊妈，来了，嗯嗯。